让大家惦记了很久的阿萨姆雷龙鱼今天终于到了，看，这就是你新家，喜欢吗？本来这条鱼的命运就一波三折，拖了好久没有发货，好不容易发货了吧，快递员拖到八点才给我派件，真是太难等了。光速拆开包裹之后，我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嚯，居然还活着，不错不错，没让我白等这么久。这位雷龙鱼远道而来，想必一定是舟车劳顿，快快快，先来泡泡澡，过一下水。刚开始一动不动，可能还有点懵，没过一会儿就开始查看四周的环境。不过说实话，这鱼没发色之前长得真是像一条泥鳅。在此要郑重的感谢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粉丝送我这条可爱的小鱼。好了，希望你能安全度过第一晚，我要下班了，咱们明天见。